欢迎大家收看枪械训练方块 PVP 对决。这一次我们见到了三座集体场地，游戏规则一个场地一分，三局两胜。那两位菜鸟谁能获得2023年枪王呢？哦对了，这期视频点赞四立马更新下一期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神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话要在这个地方进行三把枪械训练方块启动战争，不然三把枪械训练方块，好吧，看谁能成为2023年的枪械之王。每人开三个训练方块，看谁能开出好武器，然后在那个地方进行 PVP 对决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你先开，你给老铁们打个样。哎，我的枪，我的单枪，我的单枪。哦，我有枪了，那我开个绿的。好，我也开个绿的。哟，矿物。哎呀，每人最后一个去一方块了。又是枪，我也来。帽子。不是吧？这能干什么用啊？我就一把枪啊。巴雷特。完蛋了。玩这个模式，我们不能放方块，只能直线打，好了吧？三二一，开始。第二个场地，玩家开完训练方块进行 PK 对决，打死对方获得一分，打满三分将会获得总分一分。 OK 加油好吗？开始。啊！我怪我来了。你别来我这边啊，别动。哎，起来起来！大招人，大招人！开蓝的，不管他！滚出去！这是什么枪啊？怎么长这个样子啊？啊？不是一个狙击枪啊！你上一把是怎么死的？你自己心里面也数了呀！完蛋了，我现在装备好垃圾啊！人呐！好了，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新分开完了，但是我们没有装备呀、啊！我们玩这个，我们能不能就是？来点战术性的玩法，不要直接冲过去告人行不行？敢不敢？行、啊、敢不敢？行啊！走位，走位，不能！我哇！我枪，闪的枪，这是狙，鸭子，鸭子不行，我得进我的建筑房子里面去，好不容易建个地图，我得进去看看去。啊！小三，我重来，我就不说。小三，我重来，又被子弹了。哎呦，枪子子弹了！啊！第三个场地，玩法和第二个一样，打死对方获得一分，打满三分将会获得总分一分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到达了最后一关，我们现在的匹配是1-1大平。好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开方块表演吧。哎，你这个怎么还有个鸡字在你的胸前？我去，哎呦我操、啊、就这一排了啊，完了，我的幸运方块被你、啊、我全没了。好了，因为我们两位都没有枪啊，所以我们两个决定重新再来一波蓄意方块，太惨了。好吧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希望这把你开出来枪，都怪你呀、啊，怪我什么事？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只能开上面的武器，下面的到最后再开才行。啊，对。啊，没事，还有两个枪的蓄意方块呢。耶、yeah ！我这里好多枪啊，小神。再爆一个红色的。娘的！我你去那个地干啥呢？我操！我操！哎呦！再见，去厕所了，拜拜！掉坑里去了，完了！去哪儿？哎呀！去哪儿去？快去！干嘛呢？给我起来干嘛呢？露头啊！露头，直接和他对枪！有，哎呦哎呦，给你装上！三二一，冲 ！Go！ 我出来！小偷快人，杀死你！名字。藏起来！人呢？人呢？呀！有人！
哈哈哈哈哈！给你子弹了吧？出来，出来，我来了，也来，来，耶！